这个不可以切太薄，这样才叫不能切太薄。对啊，这很多年的习惯了。香菜不要切太细的哈。哎，嘉玲跟他讲说，一只放后面。哦，一只放后面。嗯。哎，比较香而已啊，没什么差别。我觉得三星葱好像比较甜哎，比南部的。南部是比较辛辣，对对，南部的比较辣。对，南部哈就蛮适合做那种那个葱酱。哦。我们自己都会拿来做葱酱。比较重口味的。比较嫩吗？对，比较细。这个是南部的。现在宜兰韭菜订哦，没有好订到的。种的人变少了吗？韭菜就不用切太细，切粗一点。这个是猪油，对，角肉，这比例是73呢，连比例都曝光，比例没关系啊，味道不要曝光就好了。料真的很丰富哦。对，好咸，比起来。这饭哈，尽量是一个方向饭。有什么区别呢？
姜比较黏，有黏性。只要找出筋，这样有联系就可以了啊。这样就可以拿去冰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包了。醒肉一下。哦，还要醒肉。对对，要醒一下。大的虾子、哦、对啊，这是我们自己剥的虾子的。